你们用火神山的速度跑出了道恩抗疫的这份效率，那么接下来我们下一步有什么样的打算发展方向？道恩呢，拥有国家发明二等奖以下，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五家，有十二个省部级以上的科研平台，我们主导和参与了20多项国家标准和世界标准的制定。下一步，我们将以产品为根，以人为本，科技创新，客户至上的企业发展理念，以生材料为核心，打造绿色健康的产业链和产品链，引导行业的发展。那在整个的企业品牌价值提升方面，我们接下来有什么样的打算？道恩呢，是山东制造业百家高端品牌培育企业，我们将按照习总书记提出的3个转变，充分发挥龙口市生能源、生材料产业园优势，依托道恩国家级高新企业技术研究中心和我们检测检验实验室等创新平台，那么努力把道恩打造成行业的排头兵，那么同时呢，把我们智能制造的加大力度的提升，保证道恩品质的稳定性。同时呢，我们积极参与国家标准的制定，为道恩的品牌呢形成引领性，把道恩集团打造成产品科技化、市场国际化、管理现代化的企业集团，让道恩品牌跟龙口粉丝一样驰名中外。在这里呢，我也希望大家能够到烟台龙口投资兴业。让我们为于总的这份道恩决心来鼓掌。